这个生活的当中啊，觉得很有生活的压力啊，觉得来到被死十字架是个很困难的事情。求神让我们今天的保罗的提醒，我们只有一个主，我们只要靠主恩典，就能够背起这个十字架，跟从主，做主的门徒。我们献上感谢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回应我们今天讲人的主题，我们有一个自由的灵在我们当中。